光宁，好久不见。已经过去六年了，我也不会厚着脸皮说什么让你原谅我、不计前嫌这种话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会彻彻底底的消失在你面前。悠悠，我问你，你回国干嘛来了？我是来找爸爸的。我呢？爸爸来了都不出来迎接一下。光宁，我的电话一直都没有变。